干大想走，走一个，走！咱们这种人，迟早会被干掉的。我不是江湖上的人，现在你就是江湖上的人。 我再问你一次，这个钱，我的，表哥，没开过你吗？英哥在这里已经有女朋友了，就是要让他亲自告诉你。我为你做了5年了，这次手成功了。 把自己弄成个折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斌哥回来也不说一声，再弄也是你的了。若为吧，咱们就不能讲究点儿？对你母亲，那你敢说什么话？